是吧？另外，苏轼还懂这个服装设计啊。你看苏轼的服装啊，他的帽子有很多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啊。另外，苏轼懂烹调啊，是吧？你看现在人们吃的那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饼，啊，有很多都是苏轼发明的，啊。苏轼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你比方说他在惠州的时候，他就改进了一种农具叫秧马。因为过去农民插的栽秧的时候啊，都要弯腰曲背的。后来人们就发明一个凳子，这个凳子坐在凳子上，坐在凳子上扯秧插秧，这样就避免腰疼嘛。但是呢，那个凳子是个什么呢？就那个四只脚下面放一个平板。把个凳子呢钉在那个板子上面，然后在水田里面说动啊。但是呢，苏轼对这个板呢进行改革，因为板子是平的，有时候说的不快，苏轼把它改革一下，两头翘起来，把那个板子两头一翘，这不是在田里面这就跑得很快的吗？多才多艺吧。另外有人讲说，广州的自来水都与苏轼有关。广州自来水啊，如果你要讲广州的自来水的发明人是谁，广州很多人就说苏轼。有一年这个广州啊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这广州知府啊很着急，就写信给苏轼问他怎么办。苏轼当时在惠州嘛，广州知府跟他是朋友嘛，就问他是向他请教怎么办呢，广州死了这么多人呐。苏轼说，广州死人的原因是因为水有问题，这个水不卫生。那知府说，是啊，我也知道广州的水有问题。苏轼说，那你何必不从白云山去引水呢？他说白云山的水怎么引得下来呢？苏轼说，你去找一些竹子，找一些竹子啊，怎么很粗的竹子，然后把竹关节把它打通嘛，然后一根一根的连起来，从白云山上连起来，这不是最早的自来水管吗？而且苏轼还讲，他说当然从白云山引水要引到城里，这么远的路，那个水到城里就没有水压了嘛，没有水压就流不动了嘛，没关系，在中头修几个水站，提高水压。苏轼还说，我现在没有行动自由啊，我不能到广州来啊，但是我介绍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一个自来水工程师嘛，他说我介绍一个人，他来指导你。后来那个人就到广州来了，然后就在广州啊，就配合那个知府，就到白云山呢，就把水引下来了嘛。那广州人引水的问题解决了，所以这瘟疫就制止了嘛。这不就是对广州自来水的贡献吗？我说广州自来水公司啊，应该做个很大的塑像，就苏轼的塑像。他们可能不懂啊，下次你们碰到广州自来水的公司的人来跟他们说一说。多才多艺的人，苏轼说他一辈子只有三件事不如人，他一生他此生三事不如人。第一是喝酒，就饮酒不如人。第二是下棋不如人。第三是唱曲不如人。唱曲就唱歌他说不如人，是说不如那些优秀的人，不是说自己完全不行。我们知道苏轼的作品当中经常写到饮酒，苏轼也能唱歌。刚才我讲了，在海南的时候边耕地边唱歌他只是说不如人而已。所以我们说苏轼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苏轼的魅力主要来自于他的人格和他的才华有一个和尚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和尚，他知道苏轼被贬官到海南了，他跋山涉水步行几个月跑到海南去陪他住了几个月。你想，如果不是有这种巨大的魅力，人家一个出家人怎么会历经千辛万苦跑来陪你住几个月是吧？你一个被贬官的人一个罪人人家
人家这么老远来看你，那就是魅力嘛。还有一个人，一个人是他们老家的，就是梅州老家的一个老先生。过去苏氏兄弟在官场上得意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跟他们没有任何联系。后来他们两兄弟被贬官岭南的时候，这个老先生呢，也是从四川出发，跋山涉水来看他们。当时这个苏辙在梅州，被贬在梅州，苏轼被贬在惠州。那个老先生到了广州之后，然后再给苏辙写信，说我来看你们。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苏轼已经不在惠州了，而到了儋州。所以他去看苏辙，苏辙简直都不敢相信。苏辙感叹说：“此古人也。”说这个时候会有谁来看我们呢？许多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那他这个老先生居然跋山涉水从四川老家过来，就是来看看他们。他在苏辙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说他要去看苏轼。苏辙叫他不要去，说你要到那里去还要过雷州海峡，风浪很大，不安全。后来坚持要去，最后还是没走到嘛，就走到雷州，就死在雷州了。这都是一个人的魅力啊，人格魅力的一种具体的体现。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一个才华盖世的人。像这样的人在中国应该是500年出一个，500年才能出一个的人。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他的强烈的魅力啊。这个苏轼的著作很多，他的词集叫《东坡乐府》，全宋词收他的词362首啊。现在我们看他的作品，先看《江城子》，这首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啊，我们把它读一遍啊，《江城子》。这个要注意，这一首词压的都是平声韵，所以那应该都不思量，自难忘啊，都是王嘛，你把它念成忘字，那不是这是了吗？注意一下啊，这首词是一首悼亡词啊，是写给他的亡妻亡佛的。他的妻子亡佛啊，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啊，是一个很贤惠的人。苏轼这个人呢，还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苏轼因为有才学，有见解，又喜欢发表议论啊，仗笔人物，所以有时候也未免得罪人，所以他妻子就经常要提醒他啊。这苏轼对他的妻子啊是很敬爱的。你看这个时候他已经死了10年了啊，死了10年还写诗写词怀念他。苏轼一生当中的女人大约有3到4个，但是他这个亡佛是他唯一的妻子。他死了之后啊，苏轼就再也没有续弦。当然苏轼家里还有一个妾叫朝云啊，这朝云的事情我们等会再讲这是写给他的妻子的。这个时候苏轼在哪里呢？在密州啊，一某正月20日夜，就是宋神宗熙宁8年啊，在密州啊，在密州做知州。
十年生死两茫茫，就是说他的妻子去世了十年，这十年之内生者和死者音信两茫茫，不思量自难亡，就是说虽然已经去世了十年，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忘记他的妻子，这叫不思量自难亡。这不思量自难亡啊，才是真正的爱情。就是你不要特别去想起他，你每天都想起他，就像有一首流行歌曲讲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是吧？如果一个人说，哎呀，说你看我多想你啊，我昨天我想你了，我昨天我想起你了，我觉得这还不是真正的爱情，因为你昨天才想起，你也许前天没想了，也许今天又不想的了，是吧？所以当一个人说跟你表达感情的时候，说我昨天又想起你了啦，我希望你不要为此而感动，那说明前天就没有想起你嘛，是吧？那人家这是怎么？人家说不思量自难亡，就不需要特别去想他，从来不需要想起，时时刻刻都在他的心里，那才是真正的爱情，是吧？正因为自难亡，所以呢，你看就行诸梦寐嘛，所以下面就写梦嘛，但是这里呢还没有写到梦，就不思量自难亡，虽然不能忘记他，但是他的妻子在千里之外，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他的妻子埋在老家梅州，梅州东北有一个彭山县，彭山县有一个安镇乡可隆里，这里埋葬着苏轼的妻子王佛，所以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个梅州啊，离这个密州啊，千里之遥嘛。下面又说，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所以纵然能相逢，估计也不相识了，说自己这些年了，风尘仆仆已经尘满面，鬓如霜。这个时候的苏轼年纪还不是很大，大概40多岁吧，39岁，虚岁40岁，说鬓如霜有一点夸张，有点夸张，上篇是写日有所思嘛，下篇就写夜有所梦，说昨夜幽梦护还乡，小仙窗正梳妆，说昨天晚上就梦见自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看见了自己的妻子，妻子正面对小仙窗正在梳妆。这小仙窗是指走廊里面的窗户，小仙窗正梳妆应该是他活着的时候的一个经常性的生活镜头，所以他才能够，作者才能记得那样深刻，行诸梦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说这个时候两人相顾但是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可能有太多的心酸反倒无言，唯有泪千行。最后写自己醒来尿得，就是醒来之后的感受，尿就是猜想，尿得连连长淡处，明月夜短松冈，就是猜想他的妻子年年就是岁岁的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长有小松树的墓地，在这个明月之夜，一定都是断肠的时候一定很伤感。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这样，很好懂，一个典故都没有用，没有用一个典故非常朴实，语言非常朴实。如果说这个作品有什么特点的话，我想应该是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感情很真挚，感情很真挚。第二个是语言很朴实，
第三个是在结构上承转承升。啊，大家看看这个作品，你粗粗的读过去好像没有什么转折，其实啊，它有多处转折，啊，多处转折，啊，多处转折。我们看看啊，我们看它如何转折。啊，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叙述啊，说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十年，这十年之间，生者和死者啊，音信渺茫。下面就转折嘛，不思量，自难忘。所以虽然已经死了十年了，但是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这是一次转折吧。啊，好，下面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是第二次转折，就是说虽然十年都没有忘记，但是无处话凄凉，十年都没有忘记他，但是他的坟墓在千里之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话凄凉，这是第二次转折吧。第三次转折就是说纵使相逢应不识，所以且不要说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又怎么样呢？应不识，应就是推测，就纵使相逢他应该不会认识我，我已经不是他活着的时候了，那个收拾了已经是尘满面鬓如霜了，是吧？第三次转折吗？第四次进入梦乡，一个大的转折，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夜幽梦不还乡，小仙窗正梳妆。第四，第五次转折，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因为他上片不是说啊，这个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嘛？那你现在已经见面了吗？你见面了，你就应该话凄凉啊！你为什么不话凄凉呢？啊，居然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他真正见面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些细节就可以看出这个感情非常真挚啊，情到极处人孤独，到这个时候反而没什么话说了，不像我们有一些编电视电影的人，两个爱人一见面之后滔滔不绝，人家感觉到这话好像是说给观众听的啊，就不真实嘛。你看这里啊，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是吧？第五次转折，最后回到现实，第六次转折，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这样想，就是说我如此的伤心，那么他应该比我还要伤心啊。在这一个长有小松树的墓地，每当有明月之夜，他应该为之长断，就是不是一般的痛苦，是吧？这样子转折叫承转承升，看似啊，你看这个作品看似朴实无华，没有一个典故，也不雕琢字句，非常朴实，但是他感情是转折的，转一次这感情就升一次，所以叫承转承升啊，承转承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悼念文字。我们知道这个悼亡诗啊，起源于潘岳，潘岳有悼亡诗三首，写得很好，后来元稹写得比潘岳写得还要好，我们在唐诗十二讲里面介绍了元稹的悼亡诗三首，那么苏轼的这个作品应该是词里面的最好的悼亡词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这个人虽然很旷达，但是在个人感情上啊，他是很忠贞的。这是一首啊，再看一首《江城子》，也是写在密州啊，大家把它读一遍啊，《江城子》开始。
这首词也是写在密州，这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就是写的在密州的一次狩猎的行为。我们先看看作品啊，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时候的苏轼也就40岁啊，40岁，因为古人喜欢称自己老，刚好跟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我们现在的人生怕人家说自己老啊，因为说自己老就意味着他要退休了嘛啊，所以他就要把自己说得年轻一点，恨不得到派出所去改自己的出生年月。那古人不一样，喜欢称老啊。苏轼这个时候老不老呢？其实还不老，40岁嘛，老什么啊？要是在我们这里，现在还属于那个青协的会员呢， 啊是吧？老夫聊发少年狂啊，就是虽然我老了，但是我要像少年那样的疏狂。干嘛去了？打猎，左牵黄，右擎苍，左手里牵着黄狗啊，左手牵着黄狗啊，右边的肩膀上擎着苍鹰啊，右擎苍啊啊，黄狗就是追逐那些地上跑的动物嘛，那苍鹰呢就是追逐那些天上飞的动物嘛啊，所以这是两个打猎的必备的伴侣啊，左牵黄右擎苍。